书包里面放的是毒品哎，被抓到会被判死刑的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那群掠夺匪除了打抢之外，还有贩毒。这群人开始粮食，还害你躺在这里，一个都不能留，不能让他们继续害人。少年包青天，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，八度空间隆重升堂。